岁末年终大扫除，是否发现家里堆了许多不必要的物品？慈济大学就举办了二手拍卖，每位同学捐出两样物品来交换，并且所得将会全部捐出。可以让就是同学可以把自己不要的东西，然后拿出来卖，然后让更适合这样物品的人买回去用。在家里都是这样，放久了，而为响应同学善举，静思精舍法师和志工也提供小盆栽和香喷喷的美食来赞助。透过这样子一个课程，从物质外在的舍弃，然后到我们的心灵内在，在人际关系里面，我遇到很多的事情。那我们通过外在的割舍，到我们内心的一个心灵的环保。经过二手拍卖，师生也期待效仿断舍离的生活形态，让二手物可以延续物命，并透过简单生活活出快乐自我。台新闻这场美职工陈荣清花莲报道。